公元907年，中国历史上曾经空前强盛的唐帝国在血与火中轰然崩溃，几支大的叛乱者武装纷纷建立了自己的王朝。这一时期在中国历史上被称为五代十国，这是一个相当混乱的时期，国与国之间连年战争，皇帝与大臣血腥决裂，甚至各个皇室内部父子兄弟间彼此杀戮。我们的故事就发生于这一时期。当朝太子胡鸾因自己暗恋的女孩子婉儿被父皇册立为新皇后，遂心灰意冷，逃遁到吴越之地，寄情于歌舞音韵之中。3年后，胡鸾的叔叔弑兄篡位，并企图占有艳丽的皇后。皇后遣信使前往吴越，欲将这一变故告知胡鸾。不料，叔叔派出诛杀胡鸾的羽林卫，竟紧随其后。Thank you.
不知君不知。